听说有一个综艺节目在安排你的通告的时候，秘密的同时发了范植伟，想要把你们俩凑在一个节目里啊。他们有刻意要这么做，那其实我们就是双方都不知道。所以是范植伟经纪公司不准他叉腰，怎么了？哦，因为他们觉得我最近很瘦，叉腰的话手很瘦，会不好看，是不是？可是不叉腰手还是很瘦啊。他就可能就是不要露出来。那他想要你怎么站比较好？我教你一招，我教你一招，就是不但不会看起来瘦，而且还可以强调女性的部位。好，你以后一转来说，嗨，我是王心凌。让别人觉得，哎，她好像还蛮有料的。我刚刚以为你说你要教她一个站姿凸显女性的特色的时候，我以为真是。哎，你愿不愿意尝试我刚才教你那个 pose？ 他不好意思。哎，王心凌，你不会耍性感啊？听说有一个综艺节目。在安排你的通告的时候，秘密的同时发了范植伟，想要把你们俩凑在一个节目里啊。对。真的？那后来你怎么逃过的？就工作人员发现。他们怎么发现？他们是看到范植伟的名字，是不是？我不知道。然后工作人员就讲说，哦，他们有刻意要这么做。那其实我们就是双方都不知道。所以是范植伟那边通知你的吗？不是。那怎么可能拆穿呢？其实我不晓得，哎，就是工作人员晓得，但不是他拍的。像我们今天请范植伟，他们就不晓得啊。对啊，我们欢迎范植伟。犀利，因为这场我们欢迎犀利都没有出来过，他可能卡在后面了，可以出来了，快点，从那个空罐里面爬出来。舞者又逃走。听说跟娃娃出去的时候，如果旁边有记者，他们会用外星人讲话的方法，是什么？要不我们来讲一下好了。因为你们俩对谈，不然我跟小 S 每次都在麦克风里面直接用白话文讲出来，就被听见。那你要我们教你们吗？你不用教，你们就两个互相对谈，我们来猜好了。厕所现在要抢厕所，拖鞋是不知道。所以才抢成三厕所，才除要敲擦厕所。厕一敲，草成擦哦，厕一擦，现在重擦。清楚虫，清楚虫，笑死你们了！笑死我！我只听得懂，好尴尬吗？是不是？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好尴尬。你说对啊，有对啊。一开始他不就在骂脏话吗？没有，就一直骂对方的妈妈，就是嗯嗯。笑死你了，笑死你了。对呀。所以你们是把中文然后改变，是不是？对，抽掉某一个音节之类的。对对，就是跟注音符号有关。请问练了多久这个才能够练成？很快啊，很快。所以两个人先约好说，我们把那个某一个部位抽掉，然后就开始练，是不是？没有，高中的时候就会了。他高中然后他不会，对，因为我没有跟他搞到小团体，然后只有我那个会。然后后来有一次出去，因为记者在旁边，我就说好、啊，不然我教你好了。然后我就教他，就回家。记者在旁边，然后你们不想让记者知道你们在讲什么，对，所以你们开始用外星语讲话。我就讲，对，我就教他。会不会那记者刚好也会就说啊，主动请穿衬衫穿，就过来讲。应该是很过来的记者。因为以前我跟我姐妹也有一个秘密语，然后我们都以为自己讲的话大家听不懂，我们那个称之为龙舌话。什么东西？哦，懂了。哦，就是你懂我懂。对，比如说那种懂你用声，有共建设。那什么东西？就是在每一个字后面加一些那个龙啊蛇啊什么的。所以刚刚那句是什么？那个女生好贱。然后你再讲一次。那种狗女生好贱蛇，你们看她那个女生这样子，一直跳来跳去。
就是哦，一直加蛇进去了，龙一直龙，还有龙和蛇。然后那个我就以为是只有我跟我姐妹会，然后我就发现龙蛇话是很久很久以前那个从那个帮派里面传出来的一种语言，就是我姑姑啊、阿姨啊，一大堆大人都会。就常常聊得很起劲，然后旁边的人就感觉好像要加入你的谈话，就是说对龙他我也很讨厌他是。你说你们家都是青帮跟红帮的人吗？没有，就是从那个地方流传，然后很多人都会。怎么可能有人长辈也会？真的真的。所以后来就废了，就不能用了。就发现龙蛇话会的人太多。那他们会用外星话唱歌哎？是唱夜上海吗？没有道理啊，为什么要用外星话唱夜上海？没有，因为那时候在内地，我们刚好去上海做宣传，然后就想到那首歌，然后所以就用外星话唱夜上海。用哪一种？切苍菜，切苍菜，洗一次车煮切成，刷成鸡，切成墙，车煮成鸡。切成葱，丝竹成，切成葱，葱脆成，几次出清。完蛋了，我跟你讲，完蛋被破解了。对，你们唱完这首歌，全台湾的人都会这个了。好，所以心里你找到密码没？就是全部都发成吃的音啊，对不对？有乌的不？那你跟我讲。几斤的秤尺几寸？秤尺几寸长？寸整几寸长？猜错了，寸几寸？错。搞定了吗？你也听懂我说什么吗？我听懂啊。你说我今天穿的很奇怪，然后我说真的很奇怪吗？然后我说会很奇怪吗？对，然后你说骗你的啦。对对对，我说还好啦，骗你的。对啊，你看。好，完蛋了。那听得懂吗？我还好。200万观众，我们一起保守这个秘密好不好？谢谢你们。那记者在旁边听到你们在用外星语讲，不会不高兴吗？知道你们在瞒他们。没有，他很忙，他在聊公事。OK， 王心凌几岁？22要23。哦，所以看到这些女明星姐姐们一直这样怀孕结婚的，有引发什么那个想法吗？我只知道我以后一定也会希望可以就是结婚，一定要结婚，一定要结婚生小孩。我一定要结婚。哦，你不是那种觉得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的？我比较对我比较对传统一点，我觉得我一定会结婚，然后我一定会生小孩，而且我还想好我要生两个。你的那个人生想法就是你的节奏是先把工作弄好，然后爱情是将来再说。对，其实是真的，因为我也是小时候我就觉得我28岁才会结婚。那小时候28岁是晚婚，那现在的晚婚可能要到30岁上下这样子。那尤其在做这个工作，可能又会再往后延。可是当然，讲是这样讲，可是也许哪天真的有什么碰到什么，就不知道。对，但是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我希望我是晚婚的。要替我们问候范志伟吗？OK 呀。真的吗？可能在最后放弃吧，最后还是要坚守，说不熟才行。